不认识。那我们现在先讲，今天这样要讲的是调节嘛。那假设我想要知道我的 model 里面调节变相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有没有调节作用，请问我期待看到什么？我怎么知道调节的效果有没有存在，有没有产生？返回来思考，上礼拜说红诺瓦是一种主观性的特例，对不对？反过来，对不对？好，那请问你在红诺瓦里面，我怎么知道交互作用有没有产生？这很简单吧？你跑 model， 然后你发现里面的 interaction 这个选项有协助，对吧？是不是？所以同理来说，在 regression 里面，我也希望发现调节作用的时候，我希望看到的是交互作用必须显著。它在 regression 里面会有交互作用，但是 regression 里面的交互作用要显著。当它显著的时候，我的调节回归调节效果就产生了。那我之后再来判断它怎么样调节效果，然后再来画图说它到底长怎么样，这是后续的问题。但是在 regression 里面，我希望也是希望看到的是 interaction 是显著的，对吗？然后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 ，MMR。他这个是 multiple regression， 你有的时候跟人家说他想要 test 他的 interaction 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他 regression 应该 test 什么 interaction， 或是他想 test moderate effect 调节效果，或是他想要知道这个 moderate 能不能够 buffer。buffer 那叫力量 buffer 就是那个缓冲力啊，是这样的吗？第一个的力量 buffer 是不是能 是不是可以 buffer 这个 moderate 或是 I 这个 variable 是不是可以 buffer 的 effect of the other variable on the DB？ 这三种词啊，通常你看到的时候 moderate， 然后 interaction。或是 interact 控制，或是 buffer， 通常听到这些字的时候，就表示他在做的是好，他想要知道的是有没有调节的效果，有没有交互作用，或者是中文，我不晓得，我很想让有人帮我缓冲，那他举例呢是这样的缓冲 buffer 的意思，就是什么？不知道。如果提到这些内涵，你知道其实大部分指令就是我要做的 moderate multiple regression， 就是我要开始 moderate effect。我看到我写的是 mediate， 我们写 mediate multiple regression，MNR 一般写的是 moderate multiple regression。因为所谓的调节对回，一般都是用对回来 test， 但是 mediation 中介这件事情，我可以用回归来做，我可以用 path analysis 来做，我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做，不一定用 regression 来做。好，如果我要做中介效果，我的做法不一定会是用回归，我可以用回归，最传统是用回归，我也会想用回归怎么做。但是它其实 mediation effect 它不一定是用回归才可以做得出来的。那 MMR 如果是这三个字写在一起，通常指的是 moderate multiple regression。那 topic 我们的 title 叫做 estimating and testing model with product terms。我的名字叫 product terms， 什么叫 product terms？ 中文是什么？
产品，对不对？那在英文里面 product 里面，它意思叫做成绩。和字典里面语言应该是很多。Product. 所以它是 estimating and testing model with product terms。 那我刚跟你说我今天讲的那个题型不会，主要在 test 和 interaction，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联想一下这个 product term 到底是什么。刚才就讲了，那 test 是什么，交互作用。然后这边说 testing product term， 所以交互作用在MNR 里面，它就是，它就是我的成绩，它就是我的 product term。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我在 MNR 里面做的做法是，我要知道 V1、V2 预测我的 BV， 然后 V1 和 V2 有没有交互作用 ，V1 是不是 V2 的 moderated level， 就是说调节变小。好，我想到这两个边上，其中一个是调节，能不能调节另外一个对 BV 的效果？这个时候我要做的是 IV1 跟 IV2 相乘产生成绩，用这个成绩当做交互作用的效果。那这个成绩怎么做呢？当然不会是直接乘在一起，不要问题。那但是这个 product 是什么？这它代表的也是交互作用。在回归里面，我们的 product term， 你如果看回归里面写的有哪些 product term， 但 product term 意思它的交互作用，所以我一开始啊，今天就跟你说啊，那我们一般在跑回归的时候，你前面已经跑过很多个，前几个都要跑回归嘛，对不对？ Regression， Multiple Regression。那我们用的是每一个 predictor 一起放进来，然后看看这些 predictor 有没有整体的预测力，它个别的预测力，记不记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这样画，但是 product term 到底用什么？它不是这样 ，BV 长这样，然后你用 IV1， 然后你用 IV2， 对不对？我就是跟你强调说，整体的效果就是两个一起看，所以你看你的 model 有没有显著。然后呢，个别变相的效果在哪里？它排除掉它们彼此交集的地方，或者在哪里？自己独特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 one predictor 它 partial 或是 controlling for the other predictor's effect。所以当我在看原始之前讲的一件文事 ，IV1 有效果 ，IV2 有效果，我就只是看说 IV1 在排除掉 IV2 的作用之后 ，IV1 有效果，所以 partial not， IV2。或者是 controlling for IV2 这一块到底有没有效果 ？OK，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或是前两个礼拜都在讲回归的重点在这里。那但是讲到 NMR model for regression，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one variable 是不是有用的 ？Does the predictor depend on the value of the other variable in the function？Does the utility of one variable or the predictor depend on the value of the other variable in the equation? 这个一个 variable 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预测变量？ Depends on 根据另外一个 variable 来说。那你原本的模式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来预测一个人的跑步时间，跑步时间用什么预测呢？用他的年龄，跟他是不是平常就有常常在慢跑。OK， 所以他跑步的时间呢，公式可以怎么讲？整体的时间 intercept 对不对？就是 intercept 加上 B1 乘上你的年龄。好，加上 B2 乘上你平常也会习惯跑步，然后跑多少公里，然后再加上 L 误差。之前的公式都是这个样子，对吗？
可不可以？然后呢，假设我现在只想要知道说啊，那我现在不考虑那个跑得慢，那我只想知道说那一个人啊，他的年纪跟他跑步的时间有没有关系？可以把这个公式 rewrite 一下，它变成 time 等于 P 零加 P two 慢，再加上 P one。加上 A， 这是改一下的，对不对？本来是这样子，我把它改成 B 零加上 B two minus 加上 B one H 加上这个误差，一样的。那只是当我公式这样子写的时候，我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函数了。这一个是我的 B 零新的 intercept 新的截距。这个还是我有什么协议？对不对？看一下啊，我现在只考虑 h 跟 t， 然后把公式改写一下，变成 b 零加 b two minus 加上 b one h 加上 l， 就把这顺序调换，这边应该没问题，对不对？好，那当我调换之后，我就会认为说 b 零加 b two minus， 所以我现在不想看 t， 我只想知道 h， 这一整串我可以叫它新的 b 零 t， 它是我的 intercept， 然后 b one 乘上 h 加上 l 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这是我的新 intercept， 这是我的 slope。那就这个公式来讲，请你告诉我 ，miles 平常有跑步习惯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年龄跟年龄跟你跑步时间的关系？选成这样，你应该会懂是吗？对不对？公式假设是这样：当你常常跑步的时候，你跑四十迈哦，每天都跑四迈哦。那你讲，假设你每天都在跑四十迈，那这是你年龄对上你的，就是长跑、跑马拉松的时间。然后假设你是平常都是跑三十迈哦，这是你年龄。是跑马拉松的时间，然后这个呢是你跑平常只有跑二十迈，就是运动量比较少。然后你的年龄越大，跟你的跑马拉松的时间的关联性，它刚好应该是属于这个公式。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跑步的训练值增加的时候，它影响的是什么？是影响 H 跟你的时间的关系吗？关系 slow， 两者的关系吗？正相关、负相关、反相关，是这样子吗？看这个，影响你的关系吗？这个条件，这样怎么样？看起来是平行的啊。所以 h 到 time 这两个东西的关系应该是不变的。怎么变的？截距 intercept， 对不对？为什么变？当我用这个公式来考虑你的 miles 的时候，当你跑的越多，平常跑越多，这变数可能是负的，所以你的整体来说，你的 intercept 会越低。当你平常训练的很少，那 intercept 一开始变数是很高。可是你在 age 跟你的 time 的关系，这个 slope 上是没有差别。这是我们原始在讲 regression 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方法，可不可以？我们再想一下，那这种呢，就是我们之前跑 regression 的时候，现在 adaptive model，adaptive。加上去的加成模式应该是这个成加成
那它是加上去的意思 ，adaptive model 加强模式。可是我们之前前几周在保护关系中都是使用加强模式。我们希望看到 moderation effect 调节效应。所以你希望看到什么？我先让你看一下，可能会长这个样子。什么意思 ？Age， 年纪，三十个跑步时间上的关系，这两个关系会因为你平常有个跑步的训练，训练量是多还是短，有所差异。所以当你平常训练很多的时候，哇，今天跑50迈，今天跑50迈，那你的年龄越大，你跑步时间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可是看起来都没有差，都没有显著差。但是对于那个没有训练的人，或是一天只跑10迈的人，那很轻的训练，很少训练的人来说，当你年龄越大，你的跑步时间就会越长，对不对？它不只影响你的起始的 intercept， 它也影响你的 slow。在这个情况，我们称为 interaction model 交互作用模式，跟这个不一样。它叫 interaction model 交互作用。原本 addictive model 你学的东西就是这样，这个东西
它没有交互作用放进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只有影响的因素。但是到了考虑交互作用放进来的时候，如果有交互作用的话，如果它有显著，如果它不是零的话，我的平常有没有训练这件事情，会影响我的 C 结局之外，它也会影响 H 协议，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比较比这个比较早上面那个是最好。当它这个产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交互作用，然后你就这个情况就看出来，平常有没有训练，训练量的大中小。会调节年纪对于跑步时间的影响。